下面请您欣赏大保镖，表演者高峰、郭德纲。谢谢朋友们，大家太热情了。哎，刚才这个节目啊是一个传统段子，对，叫酒令。嗯，一般呢都是三个人表演，哈，今天是特殊的活动，哎，热闹，五个人给您表演。对，说完了之后呢，他们后台呢稍微歇一会儿。嗯，他们表演的非常的火爆。哦，接下来呢又该我们这位先生表演了。啊，又来了。哎，这位老师啊大家特别熟悉了，好，就不用我过多的介绍了。啊，这位老师啊不光是相声说得好，哦，各方面还都不错。您捧我啊。尤其是什么呢？啊，说相声说得好啊有一个先决条件啊，得有一个好体格。哦，你看郭老师刚才逗了一段捧了一段，嗯，现在又出来跟我合作，是 是后边还得说相声，可不嘛，没一个好身体真盯不下来。那是啊，郭老师身体就不错啊，您看看我，我往这这么一站，我这个身体素质，哎呀，好点了吗？这您这都楼了呀，这两天赶上咳嗽了，啊，您就看看基础条件。这哪瞧得出来，反正凑合吧。哎呦，您这是恭维我啊。嗯，凑合都恭维了。对，您知道我是干什么职业的吗？哎呦，这还没请教呢。我是一个武术家。您等会儿，练武的。您等会儿，您干嘛去？练武的。跳，您是跳舞蹈的。哎，对，跳舞蹈的干嘛啊？武术，武术家。谁呀？我。没看出来呀。哎呦，您没看出来事儿的，我这不像练武的吗？习武之人呢？您这像 ICU 跑出来的。哎，他都能跑出来，他能在 ICU 里，说明您好了呀。我是身体健康，武术家。哦，武术家，练家的。嗯啊，我练过兵刃和拳脚。哦，那您这个兵刃练的是？那太多了啊。什么叫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、鞭锏锤抓、躺棍槊棒、拐子流星？嗯，带钩的、带尖的、带刃的、带刺的、带峨眉针的、带锁链的，扔得出去的、拽得回来的，十八般兵刃，我是样样精通。稀松，哎，稀松啊？那你说他干嘛呀？啊，稀松平常那是他们。您呢？我是样样精通。那可真棒，您要不相信啊，把这些东西都拿来摆在我的眼前，哦，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练了卖了。那不用您我也行啊，卖弄卖弄练两下。哦，兵器您会这么些？哎，这是兵刃。好，那拳脚呢？会的更多了。您说说，什么叫大红拳、小红拳、八仙拳、地躺拳、通背拳、罗汉拳、啊、远了长拳、近了短打、挨帮挤靠、小架子、兜拳。哎呀，哈哈，哎呀，还带使线儿的您这个。哎，那当然，没想到您这么大能耐啊。哎，提起我来无明白啊，练武术讲究什么呀？什么投名师访高友，早隐士拜名人。哦，提起我大家不知道。嗯，你也不熟悉。是，您说的我有点糊涂了啊。提起我练武术的老恩师来，哦，那是鼎鼎大名。哦，他老人家先别说他姓什么叫什么，嗯，先说他这家乡住处，让您一听就是一个把式窝子。那您说在哪儿啊？都是练武的啊。我老师家住在京西北宣平坡的下坎儿，那个地名叫胡岭，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。哎哎哎，您这信的有点杂性了啊！崇拜崇拜，京西北对，悬平坡下坎儿，脑子多好，地名叫胡岭。没错，现在你出去找去都没人知道。哎，是啊。其实现在大概来说就是奔北京奔石家庄的路上。对对，就在那儿有这么个地名。现在没有这地儿，那地儿。您恕我直言啊，您说，没出过练武术的，怎么没出过？那地儿，那地儿都是卖粽子的。您这个人说话也就不合情理啊！那地儿人都卖粽子，你家卖粽子，我家也卖粽子，都卖粽子，卖给谁去？换着吃呗。没听说过。您是哪儿人啊？我是天津人呢。干什么工作的？说相声的呀。天津人都说相声，都说相声谁听啊？都卖粽子谁吃啊？哎，这真是的。哎，你再说听我师父那名姓，他也不像个卖粽子的。哦，他老人家，他老人家姓姜，姓姜名米，字表小枣。哎，对对对，那就是胡岭的人。对不对？姜米小枣啊，那不就是粽子吗？他爱吃姜米小枣，
大号叫江天龙，人送外号钻云鸭子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不是练武术的吗？怎么是个鸭子呀？你看，江湖外号飞挺高，不钻云鸭子吗？江米让鸭子，江米让鸭子，钻云燕子江天龙，钻云燕子在这个江湖很有名气，是是，轻易不收徒弟啊啊，跟你不一样啊，他郭老师120多徒弟，你有事说事，别念山阴啊，你管我干嘛？您是传道授业解惑，哎呦，那不敢当啊，我们老恩师就收俩徒弟，我才收俩呀，我跟我哥哥，哦，给我们哥俩都起了名字了，是是，我哥哥叫白糖的，嗯，我叫馅儿的。他上南方再收一个，还有鸭蛋黄的呢。哎，对对对，还有椰子。那行了，谁问你呢啊？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黑一点啊。我们哥俩跟着我师傅学会了各种武艺。哦，什么叫猫窜狗闪啊？兔滚鹰翻，嗯，骆驼纵，蛤蟆蹦，满都学会了。教这玩意儿干嘛呀？哎呀，有用啊！啊，学会文武艺，货卖于十家，这是老话啊。有这么一天呢，我们哥俩在后院正练功呢。哦，练什么功呢？啊，听我这师傅就是在捋叶子。哦哦，捋铁叶子，不捋苇叶子。对，这是泡完了米要包了。包什么呀？捋叶子吗？苇叶子那种造型的铁叶子。弄那玩意儿干嘛呀？哎呦，这练的是那铁砂掌啊！哦，听我师父叫我们哥俩，嗯，丫丫我的大徒弟，再丫丫我的二徒弟，干嘛得丫丫呢？哎呀，丫丫他比较瓷实，还是功夫的那个啊！叫我们哥俩，喊你们俩，你们俩人功夫练的怎么样了？问问吧。我哥哥没敢言语，我就说话了。我师父，我们哥俩成了。成了，我一说成了，我师父有点不太高兴。为什么？怎么着？黄鸭未退，乳臭未干，白糖的馅儿的就敢说成了啊？我江米小枣都没说成呢。哎呀，还别说我了，就是你们的师爷黄米邓沙老先生，他也没说个成啊。嗯，那是实心的啊。嗯，不是成了吗？嗯，师父我不教了。哎呦，什么你不教了？徒弟太爷还他妈不学了？这叫什么话？这叫啊？话赶话赶到这儿了，你们哥俩就退出了 啊退了。对，您说的有道理。嗯，其实是我师父退出了。哦，反退，外反跑了哟，一溜火光是够奔东南。哎，黄二郎子，这是怎么一溜火光啊？您不了解。嗯，临走啊把这军大衣点着了。什么人呢这是？让他暖和暖和。得嘞，师父走了，我们这功夫可不能撂下。对，哎，每天是照样习武练功。那天我跟我哥哥在后花园中正在传枪递简啊，这说的隋唐演义啊，忽听有人叩打柴扉啊，就是叫门来了，有人来了，打个门一看呢，嗯，兴顺镖局的人来下请帖，哦，请我们哥俩呀去保一趟镖。哦，有人请你们。哎，您说去不去啊？那得去呀。是不是啊？是是是，咱就干这行的。对，人家派车接来了。哦，到镖局的门口一下车，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，这得了威风。一看我们二位壮士驾到，未从远迎，当面恕罪。真客气。我说不要这么谦虚，嗯，我们哥俩出来的比较仓促，也没给您带点粽子来。哎呀，这锅还没得呢。嗯，进了大门，嗯，宽阔的院子，两旁摆的各式各样的兵器，上面是个酒楼，前头有个平台，这楼梯在紧后头。哦，前边没有楼梯。对啊，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。嗯，说完话一滴了腰，使了一个旱地拔萝卜。嗯，怎么还拔萝卜呀？都旱地拔葱吗？哦，旱地拔萝卜葱。哦，旱萝卜。种的不少，什么都种。是是是，使了一个旱地拔葱。嗯，噌，他上去了。好，好功夫啊！岁数在这儿，他练多少年？对对，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。嗯啊，看看看我的，先拉个云手。哎呦，双飞燕，哎呦哎呦，十三弦也行。哎，我一抬腿，噌，哼，上去了。好，人上去了，鞋上去了。怎么鞋上去了？买大了啊！下回定个袋儿。哎，成傻小子了。嗯，我来人，搬梯子给我够鞋。哎呀，您等会儿吧。嗯嗯，人家老头垫吧，您要上去，你这搬梯这多丢人的这。哎呦，他穿鞋了，我没穿鞋呀、啊，对吧？直接翻上去，上头玻璃碴子。扎了脚，你给我上药啊？谁房顶又不会啥子呀？还是的，人家设计的啊。梯子搬来，不麻烦几位了。哥哥，别愣着，上啊，走。我们哥俩顺梯子全爬上去了，多大能耐啊！到上面一看呐，摆了一桌全羊席呀、啊，哎，多山气啊！吃就爱这口啊。好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
老掌柜说，今天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，今有南路镖、北路镖、东路镖都有人敢保，唯有这西路镖贼人太多，匪人太广，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呀？哎，愿意去吗？我说老英雄，休要长贼人的威风，灭我们自己的锐气。嗯，不就是西边有贼吗？对呀，咱从东边走啊。来来来，不像话呀，绕过去呀、啊、你绕过去哪行，得迎上前去啊。迎上前去啊，要碰上吗？碰上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碰不上了。哎，对对呀、啊、您说的对呀、啊、我说的对什么呀？你们不是干这个，你不能怕他呀。跟他客气客气啊。老掌柜说，二位不必谦虚、嗯、随我楼下过过号吧。这是又叫亮亮镖，要抻练抻练，看我们哥俩有什么武艺，得有大能耐。下楼。嗯，老掌柜走到平台边上，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下去了。这叫轻功啊，真有能耐。落地的时候连点声音都没有，你看看人家。该我们哥俩那是走到平台边往下一看，嚯，哟，够高啊！那是，刚才没这么高。我刚才跟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太大了。怎么？您想这道理啊，最少差3.6米。你怎么算出来的3.6米？从下往上看，这眼睛在这儿呢；从上往下看，眼睛在这儿呢，差俩身高啊！我1.8米，不差3.6米吗？对不对？您要是看就差3米，差不多了。你有事说事儿，别这闲着蛋着啊！哎呀不。越高越好啊、哦！越高越显咱的本事啊、哦！知道有一位跳水冠军全红婵吗？我知道，那是我干妈，是吗？哎，我就越高越好，跳水的范儿、啊，将门虎子啊！呵，反身翻腾8周半，哎，多有多长时间？8周半，八周半不是时间，这2个月啊，就是8圈，那得饿死了！哎呀，唰唰唰唰，哎呀，这多好啊！好，哎，我来这个啊。你来哪个？不行，来不了啊！憋着尿呢。刚才那扎啤我喝太多了，事儿太多了啊！那等于增加一个暖水袋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怎么？伙计，带我们哥俩上趟厕所。哦，问人家哪块？楼底下。嗯，你带路。我们哥俩跟着伙计从楼梯下来，哎、这就蒙下去了。哎呀，谁让他不会轻功呢？得嘞，到院里尿意全无。哦，刚才就骗人吗？练一练，练练啊！我哥哥从兵刃架子上把单刀抄起来哦，要练练刀，这有讲究。什么讲究？哎，怀中抱月。嗯，前看刀刃，后看刀背，上看刀尖，下看绸子穗。嗯，单刀看手，双刀看肘，单刀看滚手，来了一个缠头裹脑，一战八方，藏刀式。哎，留神话筒啊！哎，把式把式哦，全凭架势。对，没有架势，这么样不算把式，不错。光说不练，哎、那叫嘴把式。哎光练不说啊，那叫下巴啥事儿？练核弹药啊，练功带料。不要，你吃了我这个大力丸。不要，你那倒看着。你卖大力丸子，你这是啊？没有这么来的啊？怎么卖开大力丸了呢？怨谁呀、啊？怨你。怎么怨我了呢？好家伙，我准备练刀，你站旁边，怎么样？嘿，怎么样？越说声越大，这不卖大力丸子？不是，我觉得你往沟里带我呢。啊，这是练刀，我、哦、练刀，哎。我这刚要练刀啊，嗯，忽然间来了一块黑云彩，哦、嘎啦啦一个响雷，唰，下起雨来了，闹天气了。这时候我心里高兴啊，倒显我的本事哦。就看我这口刀啊，嗯、行上就下，行左就右，上下翻飞，刀山相仿，竟见刀不见人，刀都淋湿了，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。您在院里练刀呢，我在屋里避雨呢。哎呀。能耐太大了，您这个。老掌柜说：“算了算了啊，这雨一时半时也停不了啊，上后院验验镖吧。”哦，验验镖的意思是看看我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，哦、看看护。到后院这么一看呢，啊，16辆镖车，哟，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金坨子，老倭瓜，这老倭瓜呀，怎么了？那不用找保镖的啊，叫俩小伙计不就送去了？那不行啊。老倭瓜，你是离得远哦，走近了仔细一看，金坨子真是倭瓜，这不废话吗？你说，哎呀，这表面是倭瓜呀，啊，拿刀切开了，您往里头瞧，金子有倭瓜籽儿，这好，哎，没籽儿是瞎倭瓜，哎呀，倭瓜籽儿、倭瓜瓤都掏出去，您再看，珊瑚空倭瓜，走，贫不贫的啊？这是制作过程啊！掏空了以后，珍珠、玛瑙啊、碧玺啊、猫眼啊，最次是金货。哎呦，红棉纸包好了，搁在里头，黄土泥一溜缝，保镖分明镖、暗镖、子孙镖，怎么说法呢？我这叫倭瓜镖哦，是暗镖的一种哦。走着，好、啊，出门这镖趟子是我喊的，我还得喊镖趟子。哎呦！
都丢了。您等会儿吧，您吆喝的什么？都丢了？您这是给贼送外卖的？不说话不明白，什么叫都丢了呀？刚出门就多不吉利。哎呀，万一碰上贼呢？贼一看，哟，这镖子都丢了，得了，咱别劫了。人劫过一次了，啊，他不就不劫咱了？那个心态真好，是不是啊？哈、啊、哈、嗯，我们哥俩压着镖车出了北京朝阳门，嗯，走八里桥奔通州，有土坝过河，走、燕郊下甸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，到了榛子岭，天儿可就黑了啊！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，是，我说不行，住店也不安全。头趟保镖得落一个好名誉，对、咱们是连夜而行，你高人胆大。虽说是道路崎岖啊，所幸有点蒙蒙的月色、走到半夜，过一道黄沙岗，前面有一片小小的密松林。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，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原来有了贼了，就不要走大心了啊！有了贼了，上什么口啊？有贼了啊！有贼了啊！镖车一打盘。我们哥俩跑前头一看呢，啊，可了不得了，有打树林子里头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，哦，200多人，一人一把鬼头刀啊，好家伙，剑翅排开，灯笼火把亮如薄昼，嗯，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儿，手拿冰铁大棍，口念山歌词，怎么说的？嗨嗨嗨嗨，儿子，嗨，好，讲话。贼是爷俩一块儿出去，没听说过，少来这套啊！说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，牙崩半个说不字，一棍一个打死不管埋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哥哥一看有贼呀、只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五灵豪气飞，空当里一使劲，扑啦啦，怎么着？拉屎了！哎呀呀、哎、呀！我哥哥说怎么那么臭啊？啊！我哥哥说没憋住，哎。没不实在，没憋着。行了，别说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这小小的鼠道毛贼，嗯，为何气得我兄长拉屎？那是气的吗？那不吓的吗？说气的好听啊，好听啊。哥哥，你且退后，带小弟前去送死。嗯，还真吉利啊，送死迎敌呀、啊。哎呦，反正我琢磨，我们哥俩得死一个。嗯嗯，我死的面大。行了，嗯，估计是你死了。对，我来人，拉过我的牛来。您等会儿吧，我都没听说过啊，两军阵前拉牛干嘛呀？骑着打仗啊，骑马呀，没骑过马怕掉下来，不至于的呀啊！骑牛防骨，哪位古人呢？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，那孙膑就骑牛，那倒是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人是五色神牛啊，五色神牛，对呀、啊，您看见了，小说上写的呀、啊，骑过，我没骑过，看过视频没有？都是牛呗，你有抬杠这功夫，给你哥擦屁股就不好吗？哎呀，他自己就解决了啊。拉过我的牛，抬过我的扁担来。这等会儿，我拿着扁担，没听说这骑牛就骑牛，怎么还抱着扁担呢？仿古啊！怎么又仿古？哪位啊？三打祝家庄啊，《水浒传》啊，石秀就用扁担。啊、这扁担空心的，里边藏着家伙呢。咱这也有家伙呀、啊？哦，你这也有家伙？咱有亮银枪啊！哦，没想到，一个地儿买的。哦，好，一个地儿买的吧？都有枪啊！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。您等会儿吧。您再说一遍，骑着什么？骑着扁担抱着牛。你应该骑个条数，你还算哈利波特呢。我得来圆眼镜。对，骑着扁担多硌得慌啊！骑着，你哥要骑这个拉不出来，都堵上了、啊，那错不了。骑着牛抱，骑牛抱扁担呐，反正都跟着我了。那是，我举起扁担，大喝一声：“好贼呀、啊！”哎，好啊，贼！我放下武器，你饶我不死！我操！挖呀！别挖牙了！你挖呀！我是谁挖呀？不像话！怎么还放下武器饶我不死啊？这是给他个台阶啊！哦，那贼要是懂事的呢、嗯，放我赶紧过去，不就完了吗？人凭什么呀？我没想到啊！啊，那天我遇上一个狠心贼，还狠心贼，不吃我这套，嗯、举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，呜就砸下来了！我的天哪！不能躲啊！我把扁担一横，力托千斤闸，哦，迎他铁棍。就听咔嚓一声，嘿，给他扛出去了，扁担折了，折了呀，折了就对了，怎么还对了呢？里边有枪啊，哦，把那花枪抽出来了，嗯，一转身给他来了一个回牛枪，回马枪啊，我骑的是牛，啊，我给忘了，那贼手还真快啊，一把枪头给我抓住了，嗯，贼说你拿过来，哦，我说给你，这倒孝顺，嗯。我一撒手他准来屁股墩儿啊，哎，心眼都搁在这上头了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啊，牛顿第三定律啊，您念的书不少，嗯，贼哎坐地下，哎呀兵器没有了，这怎么办怎么办呢？推牛赶紧跑，嗯，这牛也缺德，
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 啊，他往那贼跟前溜达，哎呦坏了，呵，这是吃里扒外的倒霉牛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今天要窝锅炖牛啊！哎呀，这窝锅炖牛，他是好吃，我受不了啊！就是，这怎么办？卖，无命休矣！哎呀，等死了。一抱脑袋，嗯，我又乐了。怎么又乐了？我这点功夫啊，都在我这刀上了。你这刀在哪儿呢？背后插着护背双刀。哦，摸着刀把，唰唰，两把刀全出。左手刀磕开贼人的铁棍，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，就听砰砰一声，红光迸现，鲜血直流，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，叽里咕噜乱滚。您把贼杀了，我把牛宰了。去你的吧！下面请您欣赏左右为难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、冯阔阳。谢谢啊，感谢大家。认识吗，各位？你看，你看，他给他爸爸送了什么？不愿意下去了，还得是烧饼，嗯，别人都抱不动。感谢大家，嗯啊，今天。我也很激动，好，能跟郭德纲老师还有于谦老师同台演出，您客气啊。这个怎么说？先介绍一下吧。好的，嗯，我的名字叫冯阔阳，嗯，艺名叫冯兆阳。好啊，谢谢。你看，大伙儿还都熟悉。当然了，我这个艺名是自己取的，啊，所以您记住哪一个名字都不重要。是吗？隆重的得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二位啊，那客气，郭德纲、于谦二位老师。哎哎，我希望各位能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冯兆阳。哎，谢谢。那个，我掰你块桃吃吧。哎，对，咱俩省得尴尬，好不好？就分苹果。怨我，嗯，等我激动的有点说不清楚。说得很清楚了，嗯，其实，嗯，上一次我们爷仨一块儿合作呀，嗯，还是在2009年，哦，这么早，哎，对了，嗯，表演的节目叫《红花绿叶》，嗯，是，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，哎，这十几年过来，尤其今天再次站在这样的舞台上，嗯，我特别想对二位说一句，嗯，你们是把我忘了吗？十几年，问你呢？问你呢？啊，是忘了。嗨，这倒脆上。嗯，忘了也没有关系。嗯，借着这个场合，我想多聊几句。好，说吧，对不对？其实很开心啊，说相声这是我特别爱的一个职业。嗯嗯。但是我从想说相声那天起，直到今天，在德云社14年过去了。嗯，我没想过大红大紫。没有想过自己要火成什么样，呵，我可以不火，嗯，但是不能不进步，呵，你这孩子懂事，这孩子啊，嗯，但是，嗯，在我进步的道路上啊，啊出现了障碍，指我干嘛呀？哼，嗯，哎，不是，你说说出现什么障碍了？说说，障碍啊。用英文解释就是于谦，哎啊，我还当中文听得了。障碍就是我师父啊。我是你的障碍？对，你怎么是他的丈夫？障碍、哎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障碍。这个我跟大伙说一声啊，对，他叫冯兆阳啊，是他是于老师的徒弟。对，我是他师父，他们是这么一个关系。对啊，这个你师父是你的障碍。对，你怎么那么美呀、啊、你抑制不住的喜悦。你让孩子说说怎么就障碍。有什么委屈同着大伙儿念叨念叨。我想说
我师父不负责任。我是不是乐出声来了？您这耳背呀是怎么着？哦，他怎么不负责了？这他我说说你听听，这还有贯口？没有，是这个样子。你说吧。各位都知道，嗯，郭德纲老师有好多的徒弟，是啊，以及学生，嗯，按字排下来，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。哎，对，都知道。就相当于上学这个一年级二年级入学时间不一样，嗯啊，我也找我师父去要过字儿。哦，你找他要过艺名的这个字儿？对。哦，我说师父，你看我干爹那边云鹤九霄，咱是不是也来一个啊？没有那么高的文化，哪怕您给一个麻利麻利哄。我你们这针儿拜的是济公？我都和尚门徒弟是吗？阿弥哄啊，他好歹有个字儿啊。对，对不对？我师父说咱们家没有字儿。哎，我们不排字儿。我说您好歹给一个。嗯，哎，我师父急了，没有、啊、你要喜欢你照着来一个啊。他这一句照着来，嗯，我就叫冯兆阳了。那你应该叫冯来阳啊。啊，不光这个呀，往后还有啊，郭兆林啊，郭兆阳，都是刚才下那小胖子啊，看见了吧，对不对？这都是给的字儿啊。我就都照字排了。您没给，我们自己起的，孩子们自力更生了。我不说了，我自己改的艺名吗？但是各位您都知道，我师父可还有一个小动物园呢。对，都知道吧？知道。马场，嗯，动物很多，马，嗯啊，什么狗鸡羊什么都有，他每个都给起名字了。哦，都叫什么名字了？哎呦，比如那马一身的金毛，嗯，叫金甲。嘿，白毛呢，银甲。哦，还有什么大千世界，万马奔腾，哦，什么都有。最可气的，有一只金刚鹦鹉，取了个名字，叫李贤乔治威尔金斯。你再来一遍，我没听明白。还没说完呢。哦，好，这后头还有后半个名字呢。哦哦哦，汉密尔顿。汤普森签儿，这要是我起的，我是孙子。这个，我哪想得起这么些字儿来呀？我们哥几个加在一块儿都不如一只鸟。您琢磨，是不是对徒弟不负责任？嗯，这就叫不负责任了。你还有别的呢？啊，说说，让孩子说。哎呀，跟李奶奶似的，怎么？开心啊。您再说这个业务方面吧。好，说点正事儿。嗯，对不对？业务方面我师父捧哏的。哼，捧哏的怎么了？这徒弟们都是逗哏的。哦，那证明逗哏的我也能教。是因为您都教不了了。业务真的不行，咱怎么形容呢？这么说吧，啊，在相声方面，我师父就好比是，哈哈，是吧？我们想还没说呢，啊，乐早了啊，太开心了，嗯，好比就是司马懿破八卦阵，怎么讲？不懂装懂，迈步不用剪子，那是胡扯。哎，喝酒不用酒杯，这叫胡来。哦，你要死是怎么着你？你至于这么大反应吗？这个，捧捧孩子，还有吗？也就是跟您一块儿说相声，还能有他的今天。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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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我这差得很远，跟您一块儿，哎，那就是月亮围着太阳转，借您的光，可不敢当。孩子单纯啊，嗯嗯。您再说，您那些相声作品中哪有他的存在？你先等会儿啊啊！
这我就得跟你说两句了。这相声作品当中怎么就会没我的存在呢？各位啊啊，咱说点大伙都熟悉的相声啊，丑娘娘，这蒸骨三宴，善恶图济公传，哪里有你呀、啊？废话，你说那都单口的，能有我吗？那个，你说哪那对口的呀？孩子说的对，对口的也听不见您呢。怎么听不见我呀？对口的，卖布头算是对口的吧？对口的。您看我干爹在舞台上，啊、哎呦，四脖子汗流，东山送国炭。他西山挖过煤，他不开过两天煤了，厂子卖过两天煤了，他不堆过两天煤了，他不扛过两天煤了，他不当过两天煤铺的二当归了吧？是，这给我累坏了。哎，有错吗？嗯，就这一个活，报菜名。嗯，对，嗯，这相声演员都得会吧？到最后我干爹在舞台上，哎呀，蒸羊羔蒸清肠，到最后板鸭筒子鸡，你爸爸吃完一麻子胸脯，吃饱了撑死了，您又有仨字儿。但您想想，没有这仨字儿一样啊，吃完一麻子胸脯撑死了有什么用？对呀、啊、我怎么又没想到您还给他一份钱呢？我的天哪，都委屈死我了。相声是艺术作品，嗯，不要把您的理想加在这个相声作品当中。我虽说没听懂，但是我支持你。这，你先等会儿，一定会。我跟他说说吧。他孩子，这是为了我好。今儿是要干嘛？你什么情况啊？没有什么情况。你今儿要说什么吧？我就是想聊一聊。嗯，这只是您业务方面啊，还有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就是您不自知。我又一条罪过，怎么不自知？你都说出来，今天，嗯，说没什么，说来着，说你哥，好的，听孩子，嗯，我提一个人嘛，啊，孟鹤堂，您认识吗？那能不认识吗？认识，当然认识，打小在我们家长大的呀。现在红不红？火极了，火吧？对了，演电影演得好啊，相声也说，综艺、小品，没错，人家还上过这。春晚呢、嗯、那大舞台啊，对不对？怎么了？孟鹤堂啊，名字怎么来的？这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，孟鹤堂那是在我开饭馆的时候，他给我这饭馆当大堂经理，叫孟鹤堂，给他这堂字。哦，大堂经理叫孟鹤堂。对了，那他为什么不叫孟堂呢？你怎么糊涂？你这白混了这么些年，哪儿来的贺字儿啊？这贺字儿是你干爹的徒弟人给的，这贺字儿。哦，哪儿过飞机呢？这别跟人起哄行不行？聊你们的没事。给贺字儿给的，这就找着问题了。怎么了？我干爹给个贺字儿，人就成大明星了。到您这没有这贺字儿，他就是大堂经理呀、啊。对不对呀？成了人家徒弟，人就火了。您有徒弟吗？废话，怎么没？谁没徒弟？有火的徒弟吗？当然了，有。你，郭麒麟，你师哥，火不火？怎么不火呀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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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！赘婿，那电视剧对不对啊？电视剧排名第一，没错，对不对？综艺人家录的是全国最多的。哎，好着呢，啊，叫什么？郭麒麟呢？啊，这个姓听着那么的美呢。姓有什么可美的呀？你说到头不有句老话讲的吗？啊，人家儿子，跟您有什么关系啊？跟我怎么？我也有儿子呀。哎呦！你干嘛老一惊一乍的？你这不说我都忘了。能忘了吗？于老师也有儿子。对了，各位知道叫什么名字吗？啊，谢谢。哎，这一晃又好多天没看见他。今儿我上的，希望你对他好一点。今儿我上台是一套。我都没说话，各位说的对不对？
不光是民心，不光说是您这儿子徒弟，怎么了？整个咱这一支儿一个家族都没有一个露脸的。过了，过了，怎么过了？一个家族这一支儿都没露脸的吗？哪有啊？你，别人不说包公那侯震，那是侯宝林先生长子长孙，相声世家侯爷，那是我师弟。哦，又过一家，你甭这怎么了？我就想问问，我义父认识侯震吗？您认识不认识？谁？侯震啊，给我开车的。啊，知道知道啊，不提侯爷，不提还有谁可提？孙悦。哦，行了。哪儿这么一惊一乍的呀？孙悦认识不认识？你师叔，我师弟，那能不认识？对呀，给岳云鹏捧哏，这春晚上多了，怎么了？对对对，好不好？没有我干爹，现在他还在动物园喂大象呢。哎呀，这孩子不能这么，你大点声。没有你这么说话的。怎么说话？没有你这样。你看，你要感觉我说的不对，你问我干爹是不是这样？我是得问问他。你问我是得问问他，怎么都像你这么解释这几个人呢？对不对啊？啊，于老师，啊、不是有点事儿，咱得这凭心而论。那错不了啊、嗯。刚才说那个孟鹤堂是你徒弟吧？是我徒弟。对呀、啊嗯，孟鹤堂现在那么好，那么好的，嗯、那个他。不是也是在我家长大的吗？对，这离不开您的帮助啊。那是啊，他在您家住了多长时间？住了三年多。吃您三年多。怎么了啊？那会儿在您那小饭馆当大堂经理啊、嗯、那饭馆爱干嘛？早就黄了是吧？ 啊黄了之后这孩子干嘛去了？后来不就拜您了吗？对呀， 啊你看你想想这道理你要早活着心眼儿，饭馆能干到现在啊？不自知。哎，不提孟鹤堂。哦，不说了、啊、郭麒麟咱也不提了。哎，嗯，我还准备一车话呢。我说好吗、嗯、好，咱就说这个孙悦。不是还有个侯爷吗？侯爷啊，哎，侯爷也是我师弟啊。对呀、啊、这刚才不说什么开车开得好啊？啊，开车什么道都敢走啊，啊，技术特别全面啊！您师弟，你甭管他技术全面不全面、嗯，车队队长。嗯，你这个心态真是值得表扬啊！真棒啊！还有一孙胖子，孙悦怎么了？孙悦挺好，相声我火呀。那是 啊！我那会儿一瞧，我说是得让他来说相声来，太可怜了。他在动物园喂大象，我找他玩去。我一看呢，好家伙，大象都露了肋条骨了，他胖的都没人样了。你知道这个人要偷吃饲料是什么样吗？我说你赶紧来吧，上这儿来。他说我不能去，人说相声都有艺名，咱们这个哥们儿一场，我也不能算你徒弟。我说那当然。我说这样，我给你的名字加个字儿，加个月，好不好？哎，以前他就叫孙呐。嗯嗯嗯嗯嗯嗯。哦，合着那字儿也是你给的？对对对对对，他原来叫孙。他喂大象那会儿，他跟大象之间交流就是这样。他喊大象，哎，大象那喊孙。我没有名字，没有事儿，这儿来我起的名字。啊，叫孙悦。不是我说吧，太损了。不是你们这怎么就这人？你怎么着吧？你今儿打算上这儿，你要干嘛吧？你怎么着？我只是想跟您讲点道理。讲什么道理？鸟随鸾凤飞腾远啊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得，我听出来了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呐。是你已经准备不少日子了吧？啊。我听你这意思，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你今儿上来嘚不嘚嘚不嘚，最终这句话是你要倒门，对吗？对。我他说你对、嗯、加个人话对。这所以要倒门这个词能随便的说出来哦。我要想倒门，各位，我有的是机会倒门啊。是吗？我实不行，我上家里，我找我干妈。干嘛？我拜我干妈，我学京韵大鼓啊，对不对？我管我干妈叫师傅，我管我干爹叫师娘。来，什么辈儿啊？这你就是头发短点呗。我见识还长呢啊，对不对？不有什么倒门的吗？你打这不行，这不行，不是为了倒门，各位、嗯、你要干嘛？把这话说清楚了。你对好，您对我有恩。嗯，虽然说您没生我，
但是您养了我这么多年，你还知道啊？当然了，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。嚯！即便说真有一天我改换门庭，我拜了我干爹当师傅了，怎么着？我也得想着您呢。你怎么想着我呀？咱爷俩一块儿拜呀！你看这玩意儿，这就是孩子有心呐，是吧？孝顺呢。嗯，爷们儿最近没少学习呀，这都拉平了。何止了，您要还念着这个师徒之情啊，我再给您提个小想法。你怎么着？您带着郭麒麟咱仨一块儿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我脑子一时半会儿转不过来。不，您咱们爷仨一块儿，我带着你们俩。对呀、啊、咱们一块儿拜他为师啊。您放心啊，您放心、啊、我肯定不跟您争。不争什么？大师哥肯定让给您。郭麒麟要有想法，我去说服他。你甭管是花钱呀、啊，他到现在也是你师哥，你说服他。我的意思，说服他让您当大师哥。这用说？我问问他不就完了吗？行啊。哎，我们仨要倒门倒到你这儿来，我能不能当大师哥？于同志，咱们把话得说到前边啊。因为在这个舞台上咱们这么多年了，这个小冯呢是您的徒弟。对啊，本身呢他也是我的干儿子。对，哎，咱们爷儿几个关系一直很好。嗯，但是突然间角色转换，你真的让我想一想。你现在就想，你给我个准信儿。不是你说的，您郭麒麟冯兆阳你们仨一块儿拜我啊。对对对，是因为这个其他的什么，这是哪支啊，哪个谁的徒弟，这个都不重要啊。啊，但是你们仨要拜我，这个怎么排呀、啊？行，我得大师哥，我岁数大呀。那不行，那不行，这咱有什么说什么啊？怎么了？就是咱们私下里换一个位置聊天哈，老于、老郭，咱都行啊。啊，但咱真说到这儿，郭麒麟是我大儿子呀。他这人家孩子，好家伙，出去拍戏去，忙去了，再回趟家，好家伙，他前面多一大哥，这玩意儿我跟孩子没法交代。你没法交代我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也不能排他后头啊。岁数有什么关系？是凡事有个先来后到。他管我叫爸爸那天，你还没叫呢，对吧？完了，瞎正经这玩意儿，该怎么说怎么说，知道吗？你说没有用，人家不答应。我不会同意的。不答应，你换个角度去思考啊。我还怎么想啊？您琢磨，咱爷儿仨一块儿拜了他为师，咱师父是谁？是他、啊、师爷呢？侯月文先生，那是艺术家呀。啊，在我心里位置高，在您心里位置好啊。那我叫三爹呢？对呀。啊，咱当了侯耀文先生的徒孙，不应该荣幸吗？我有什么可荣幸的？我以前叫三爹，现在我叫爷爷了，我还荣幸啊？您这是亲上加亲，隔辈儿亲呐，最疼了，我告诉你吧。嗯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你在琢磨侯石当年黄金组合呀？对，对不对？我师爷那边也不会挑理的呀。石富宽先生是明事儿的人，就是他不会跟你挑这个眼的。不明白是吗？可不是吗？你再想，咱这样，咱退一步讲啊。你退了不少步了，你啊。您不是大师哥，冲您哥俩这关系这么多年。啊，嗯，要个云字儿还能不给这面子吗？云字儿他能给我吗？是是金啊，我要一云字儿横行吧。云玉仙搁前头了吧？这字你把我姓都给改了。云玉仙多好听嘞。没听说过，我得搁中间啊。这字儿啊，搁哪儿都不重要。搁哪儿还不重要？云字不重要，你得往后想啊。怎么着？对不对？您琢磨，云字现在已经有好多了，十几个了，对不对？13个了、啊、唯一现在最少最稀少的，各位，你得排到最后一个海字儿啊。云鹤九霄龙腾，我老莫了。老莫最好了。老莫怎么着？您琢磨，收到咱们的时候，前头都100多个徒弟了啊，咱100多个师哥呀。怎么了？100多个师哥就能给咱收至少1000多个师侄啊。
那时候好几千人管咱叫师叔，咱不得美得慌吗？我还得管人叫师爷呢，我这像话不像话？重点在这海字啊，咱你少来这套吧，您就关门弟子了。我甭关门了，我开着门吧，哪儿我就关，我明白了。哪儿啊，我这好家伙，我都这跟你们一块儿，我这本来我当师傅的，后来我给人当徒弟了，到最后我连云字都没混上，我还都弄一关门徒弟啊，我这不像话了。你啊就没边好意，我知道逮一上台来你说的就不对。别着急，还甭逮一上台来、哎、我跟你说怎么了，别着急别着急啊，咱们逮一上台来你这范儿就不对。哎呀呀，你打小时候在家里边学艺的时候你一直就不踏实、哎、你这心里就有鬼。哎呀哎呀啊，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你一直就憋着倒门管我要字儿、哎、这都不，我告诉你心坏了。哎呦呦，这么长我跟您说 啊您看出来了，我跟您说 哎哎哎，这孩子啊心计不对，哦，心态不好。我跟您说，您要是收了他，怎么样？又多一叛徒。我的个天爷呀、啊，这还没收呢啊！什么呀？这都让您看出来了。废话，我跟您说啊，哈，这孩子就不能收。我不能收。这么说吧，啊，收我您都不能收他，我收你都不能收他。对了，儿子叫大哥，大哥。这世界很酷。于谦是于老师，您老师观众很喜欢，走了街上后说相声来认识，有叫不上名字，嗯，姓于，半熟脸，于他就站住了。我还真听话啊，我还站住了。观众喜欢吗？那也没有当牲口这么叫的是吧。我也喜欢您呢啊，所有的舞台上的艺术嗯，我都买。说您喜欢艺术，我当然，你是好多东西你做了专业，这个未必。哦，挡不住我喜欢。那是爱好。长笛儿，我喜欢笛子。我吹过笛子。哦。当当当当当里边当当里边当里边当当当。是笛子曲子吗？当当当当里边。啊。爱这个，我跟我媳妇说了。啊。我死的那天。啊。把这笛子跟我一块埋了。您就那么爱呀？爱这个。到头了，我呢啊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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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全睡这一个。跟我媳妇说了、啊、我死那天一块给我埋了二胡，这都是民乐呀、啊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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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我死了一块埋二胡，后来看见编钟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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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这多闹啊，怎么这个。我媳妇说了啊，国家好容易刨出来别买了。哎呀，我说你编钟干嘛呀？不是，我就说我有时候特别佩服这个乐队啊，啊，一根小笛子是一个小乐器，那么大我高兴，那是艺术。哎呀，了不起呀、啊、享受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对呀、啊，人人都想有成绩，哎，对，给社会带来欢乐，做贡献嘛，造福人民。是，我怎么就不行呢？您也可以造福人民啊！每行每业都对老百姓有益处啊！走了街上，嗯、我那站着吧。是，三教九流，男女老少妇，我不管他什么行业的、嗯，他的工作对这个社会就有益处，那就有贡献。哪怕说一个赶大车送菜的。赶大车，打郊区来，四脖子汗流，赶一大车，嗯，拉了一千斤白菜，哦，牲口跑着拿大鞭子，多累，是，啪，驾驾驾，对，晃晃晃，赶车嘛，他累不累？累啊，但他很快乐，啊、你看着很枯燥啊，啊，这有什么？驾驾，是，晃晃晃，就是赶车嘛，你没有他，咱们怎么吃菜？没人送，我看着我佩服的不得了啊，您佩服他，我就想夸两句，哦。谁是我儿子？他说：“我。”哎呀，给人民带来快乐。谁给谁带来快乐？最起码我快乐了很多。谁是我孙子？啊，我。哎呀，这位也不长记性，这个。哎呀，嗯、啊，谁是王八？他说什么？拎着鞭子过来了。哎，对。要抽你那是，他有不厚道的一面，也不是谁不厚道，
时我已经很快乐了。占便宜了吗？乐得我牙都快碎了。什么人性？美死我了。庆祝一下吧。这还庆祝？买二斤螃蟹。没了。秋高气爽，正是河蟹肥的时候。吃河蟹。来二斤。二斤螃蟹。记着大个儿挑。好。哎，装好这先。拎着这50多个螃蟹回家。你先的，我买的跟什么似的？不，别说，二斤螃蟹要50多个呀、啊，多大个螃蟹？这么大吗？那不怕拿当5分钱给花了？你见过团旗的5分？对呀、啊。亏着您还能看出传奇来呢。棋子蟹吗？哪有棋子蟹？围棋蟹吗？瞎起名字这个。拿下去上锅蒸，跟我爸爸坐一块吃，敞开了吃。是您这饭来4个没问题。来啊，饿吐血了都。老头也高兴啊，还喝点。你爸爸是包螃蟹的还是割毛豆的？你爸爸中秋节的生日，嗨，吃螃蟹有这动作的不是？细致吗？也是慢工出巧活嘛。细致怎么出肉啊？啊，老头一边吃，我就烦他这个。怎么了？破嘴，嘚嘚嘚嘚嘚嘚嘚。说什么呀？你啊，干点正事儿吧。啊，一天到晚的 啊，你说你混成这样，一天到晚一个正形都没有。你瞧瞧人家开车的买大楼房，你看看你，你一无所有。你脚下的地在走，你身边的水在流，你的手在颤抖，你心中的泪在流。你爸姓崔。你爸爸叫贱。我叫什么名儿？讨厌，我爸爸说我们，你知道吗？说你别唱歌词儿的。听话、啊、爸爸说你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说那个说的。我说爸爸你别生气啊，这不是转过来的。你很三俗吗你？我说你说这干嘛？不混挺好吗？别废话小子，我还不知道你吗啊，沾酒就醉，见事则迷，欲才起意，提笔忘字啊，你就一个优点，一瞧这大娘们儿，那眼就变数码的了。那是口风够粗俗的。我是哪那么些话，真是。我就这样，怎么着吧？怎么着？你就不听话吧？哎，小兔崽子，骂上了。我爸爸，你可别说这个啊！千万别说孩子是小兔崽子。为什么？从遗传学说对家长不利。哎呀，跟爸爸犯格。我爸急了，啊，撸我胳膊挽袖的，嗯，老娘跟你拼了！不了，还来？有哪样有说这词儿的吗？我爸好晦气，这时候开什么玩笑？小玩具嘛。你爸太没溜了啊！没溜。我爸没溜啊！你还没见我大爷呢，更没溜了。我大爷不光没溜啊，人缘还不好。怎么了？在天安门那儿打死，就地埋了，15年没人问。好人性。嗯，他一天到晚没正形。是啊，打架去。跟人家出去打架，给人平事儿去，拿菜刀砍人家，哎，偷人苹果，嗯，这什么都干过，没流氓。我劝过他，嗯，大爷您别这样，管我，嗯，你管我，我是道上的，知道吗？说，以后你有事大爷给你评。我这一辈子活开了，我这样很快乐，是，知道吗？嗯，你别老往上看，有事往下看。怎么往下看？你往下看，你会活得很快乐。怎么看？你让我想想，啊，他说你有道理。人活着就是这样，你老往上看，你好不了，非死不可。哦，往下瞧，怎么瞧？你做买卖，你赔钱了，赔了。你还有跳楼的呢，跟他比，你很快乐。哦，哎，对不对？我没跳楼。你这生一闺女，你恨得吗？是。那还有没孩子的呢？哦，对。你这失业了啊？那还有失身的呢。这没可比性，知道吗？想很快乐，是吗？啊。你媳妇不要你了啊？她也没要我呀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知道吗？
我想有道理啊。我说可是有一样，大爷，我要跟您一块儿行，这玩意儿要是缺点德这鬼的神的，我心里总受不了啊。人总说啊，暗示亏心，神目无电，孩子甭信呐。行，人干点好事总想让鬼神知道，是干点坏事总以为鬼神不知道，我们太让鬼为难了。人多知道吗？痛痛快快的，该怎么着怎么着吧。啊，我一想有道理啊。是啊，我估计反正目前来看吧，我这辈子要说当个总统够呛。够呛，甭够呛啊，压根儿就没戏，是吧？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。那我就不如我跟我大爷一块儿，嗯、啊，我们走上另一条道路。什么道路？你看啊，你非挤得我说什么？怎么？我不能说，我怕他们知道我逮我。我是黑社会，我可不能说啊，不能说，还不说呢？您都嚷出来了。我们这组织你知道吗？还组织？这组织。好，看过电影《古惑仔》吗？知道，看过啊。来，对对，我们就一块儿。香港那黑社会红星社知道吗？《古惑仔》里头有。我叫红星的。哦。不过我不是总部，我是分社的。我牛栏山的。红星，我牛栏山的。二锅头。二锅头两瓶。不同产地。什么叫两瓶？我们有组织。你说你有事儿用着我呀？我有什么事儿能用着你们？黑社会吧？啊！你看我穿多黑，我这也是黑的。你我照的你这，没有这么大反劲儿。你有事儿，你保不齐得求我给你平事儿去。我能有什么事儿求你？你办事不求人？那倒不至于。你家就没事了？有事儿也求不着你。哎，你看，我举个例子，你说，哎，你家什么事儿？嫂子，嫂子读书，我媳妇，你媳妇啊。前列腺吧，对，跟王大爷一样，哪有王大爷接出口来？对，没有啊，女的没有这病，没有啊，啊，腿坏了吧？腿坏了，腿坏了啊！大夫给你接，哎，接反了，俩科膝盖触后，丧心，哎呀，狗啊，这怎么的？科膝盖触后是狗，知道吗？医疗事故嘛。事故那叫是事故吗？哪有事故啊？医疗事故吗？啊！咱给你评事儿。怎么评啊？我让那个大夫他们家天天换玻璃。你砸人玻璃？扔大粪也行啊。不过这得单加钱啊。那当然了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你抓砖头跟抓粪感觉不一样。哎呀，人这黑社会还真够脏的，我告诉你。有事你说话，我什么没有？没有，我们这都是修炼出来的人，还修炼？不是说一上来你就能出去，人五人六如何如何？不是，不行啊！我刚开始进这行，都瞧不起我，哪行都这样，同行都欺负我，是吗？走得远点过来了，这就一嘴巴，一大嘴巴，人家闻着一身花，光着膀子，这儿两条带鱼，不是带鱼啊，瞧清楚了，啊，如戏珠。我一纳闷，打完都不敢还嘴儿 啊！人家比咱进门早。哦，这也入门。怎么打我了？嗯，你怎么不戴帽子呢？这就打。你说这是道理吗？管着管着。那不要紧的，进这行守这行的规矩。哦。转天戴个帽子出来，那就行。走一句点。白打。谁让你戴帽子的？哎，你这哪说理去？都不行。我得找我大爷去。哦。他是这行里边的前辈。就是头给我出主意，老欺负我，你说说他开个道。走到我大爷家门口，进屋里边打我这个，跟我大爷正说话呢，聊天。我打了他，怎么怎么着？我大爷说：“你这不对啊，你打人就有原因呢。什么叫戴帽子？没戴帽子，就是不像话。你得打他心服口服啊，知道吗？比如说，你可以这样，怎么着？走一步一点，你跟他说：‘对，给我找一大姑娘去。’他给你找来了。要是胖子，你就骂他，为什么不找一瘦子？”这再打，找一瘦子，你为什么要胖子？找个鞋茬儿。哎，去，给我找件褂子去。啊，我找西装，你打的。嗯，为什么不找制服？找了制服了，啪！为什么不找西装？没事儿找事儿。我一听，我不能进去了。怎么？我大爷不向着我。对了，净给他说话了。转天走对脸碰见了，过来。我心说坏了。啊，看你干嘛？怎么着？啊，给我找一大姑娘去。哦，找一胖子，找一瘦子。哎，这回。两头堵，他都问你啊！我找件衣裳去啊，要西装，要制服。哼，啪！怎么还打呀？你怎么不戴帽子了？你这还这样？好，他就要打，你怎么都能打上？
我招大爷去了啊！我退出去，我不干这行。哎，对，不是这您还忒不说理了。谁想到弄歪了回来了这玩意儿？大爷踹我不要紧的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知道吗？这是锻炼你的心理素质。这个，这是打你疼吗？疼啊！他是练去，怎么练？练去，练挨打。挨打怎么的？练完挨打，练打人。哦，你以后就能独当一面了。哦，我说您教我，我教你。嗯，先小打砍刀，先练刀砍人。哟，我说我不敢练呢，过去练胳膊啊，你没劲儿不行。得有劲儿，这胳膊得有劲儿。得抡，我怎么劲儿？练抡，拿刀，拿刀劈，就这么劈。哎，我说这怎么着？你这样，一般这手抓着，这手劈，这砍人吗？哎，啊、你好比说你这儿就有一个人了。我、哦、抓着一人，哎，就拿刀这么砍着，就真抓人。刚开始练的时候，你别这样，你拖块面，啊，拖块面，然后你拿刀，怎么练？您练的时候前面也搁一锅吗？嗯，疼啊，那就是刀削面，知道吗？不是砍人，不是练功吗？白天跟我大爷在他单位里练这个，一块儿，啊，是，爷俩一块练。白天练刀，晚上练掌。掌怎么练？我大爷有个练功室，不，你瞧不见啊，烟雾弥漫，乌烟瘴气，挨打都怕跑了啊！一丝不挂，啊、我大爷拿手就把手缠上，怕伤着人嘛，哈，哈，挨打的喊，呼，别来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这是晚上是吧？啊，是啊，明白。您这工作，白天削面，晚上搓澡是吗？练功。练什么功啊？你这我还练跑步呢，跑步练的干嘛？轻功啊，万一警察追你呢？好跑，走啊！啊，早晨四点就得起，那么早出去练轻功去？怎么练？刚一出来，警察过来，哎，喊我，啊，我心里不亏啊，没办事。对，我虽然我自己知道我要开车会的，这我自己知道啊，好吧？嗯，他练不许吗？哦、许、啊，回去把裤子穿上。干、啊、什么也没有光着出来的，知道吗？起猛了，您这人也太打发了，是吧？好，打架跑，跑到昆明湖，破釜不见。哎呀，你什么时候我能跟那古代那人似的？干嘛？跟水面上腾腾腾腾腾过去？那是轻功啊！登平斗水，啊、走虎山年，对，我就行了。嗯，跟着看着，望水兴叹，有高人，小子，愿意教吗？愿意，教给你。嗯，回去练，腿上绑沙袋。哦，天天跑，是一天比一天沙袋沉，三个月打这儿你过去没问题，轻功成了，这有房高人，我谢谢您。嗯，回去弄沙袋，天天跑，咋远？一天比一天沙袋沉啊！嗯，到最后解开这个，身轻如燕啊！来到这个昆明湖这儿，我仨月练成了，哦、站在这儿噔噔噔噔过去了，有功夫，身上没水，好功夫，冬天冻上啊，这摔跟头出溜也过去了，知道吗？也行，什么也行啊？啊，就这功夫，打这起我就。我算成功了，这就叫成功。打这起我就了不起了，呵呵。有几个小弟跟着我，您还有兄弟？跟前有一孩子，十四了，不上学了，非跟着我混。好，来孩子，有发展，有志气，知道吗？哎，人往低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！来跟着我，全下来呀，跟着我走。哎呀、啊，这是我的小弟，还有一下岗工人，拄着拐啊，我也跟你混。好，跟我走，你当个保镖。残疾，嗯，还有一哥们儿，小儿麻痹，摇着轮椅也跟着我。哦，哪黑社会，福利院呢？什么劲啊！给我一脸面，笑死你了！知道吗？带着仨我满处走，我高兴，庆祝一下，吃饭、哦、喝酒，痛快痛快。啊，咱们这个组织就成立了。呵，啊，来半瓶啤酒，咱几个人一对方休。啊，哎呀。太小了，一人来一两，一人来一两。啊、哦，哎呀，吃完就吃，庆祝一下嘛。哦，成立了嘛。来，来碗拉面，赶紧，哎，吃拉面。哎呀，酒足饭饱，嗯，这肚子就吃的跟下午五点半的马甸似的，腿一块儿，哎呀，痛死我了，高兴。一走，哎，我手机哪儿呢？呵，丢了，我都黑社会了，还有人扣我？哪有黑社会？您告诉我黑社会？哎呀，我手打一电话，啊，哎，通了。一般偷手机的不敢开啊，对，不敢接，偷完就关了。是我这他开着呢。喂，不是你在你那儿了？嗯，啊，在我这儿了。呵，还敢跟我这儿说话啊？嗯，你哪儿了？啊，你40分钟，你上清河找我来。
我怕你、啊、我有队伍的人，把车摇过来，来，扶上腿，你蹬自行车驮着我走，轻车平事的，哎呀，还瞪着我，坐后边搂着腰，后边跟一拄拐的，哎呀，腰都拧着。黑社会太惨了，知道吗？千万别入这当。到清河那块，不是代班。人家哪儿了？啊，我们到清河了。啊，你猜俩？是。一个半小时以后，五楼见。啊！给我弄死你吧！哎呀，真棒！自行车，啊，拄着拐，哎，摇轮椅，摇轮椅，摇到一半，摇轮椅，别说了，我退出行吧？哎呀，我手都破了。哎啊！我不去。哎，我就可以收拾你。到五楼打电话。啊、你在哪儿了？我们到了，你猜到了 啊？五十分钟，前门见。哦，呵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蹬啊！拄拐这偷就跑了啊！哎，是，就剩我们俩亡命蹬。啊，蹬到前门打电话，您哪儿了？ 啊哪儿了？您这会才到，二十分钟，菜会迎接。菜户营了，这孩子下来，你自个儿骑着去吧。哎、我受不了了，车都给你了。蹬菜户营等，我真弄死你，我削死你，我挫死你，我啊！等，敢偷我手机？嗯，正看着呢，来辆公共汽车。哦，车门一开，司机下来了。啊，下回坐车呀，惊醒点，手机落车上。哎，这仨人退出的太冤了。走了我才明白，我跟这819跑了一圈了。这八件您算是明白了。门口这上街收保护费，您凭什么找人收保护费？推门就进来了啊！以后按月交保护费，知道吗？哦，出去！嗨，你看这哪儿？啊，派出所。让你出去真不错了，我告诉你。一身冷汗呢，真他妈不留下。那倒是啊，嗯，斜对门海鲜城，啊，这是买卖。西藤楼海鲜城，大呢，还有钱。嗯，我的，推门我就进去了。啊，哟，水族箱里都是螃蟹。螃蟹，哎，龙虾，哎，鲍鱼，黑社会什么都没见。四个保安把我搀出去了，二位轰出去了。到最后他不推我，我真以为是搀的啊！哎呀，我想了想，我是干什么来的、啊？我是收保护费来的。还想就回来了。经理呢？老板呢？哦，站着。横劲儿来了。老板来了。哦，您是黑社会的？哦，收保护费来了。啊、哦，啊，您好，以后您多关照，这不要紧的。好、哦，今儿不能白来，我得吃你。啊、哦，您看您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，你也没有别的，嗯、我就喜欢这带壳的。好、哦。给抓把瓜子儿啊！啊！海鲜城特喝瓜子儿去、啊！我一边走我恨啊，真是啊！哎，累坏了我了、啊。小弟们也不跟着我了，啊、我一个人一样啊，自己干了。我有能耐，有什么能？文武双全，我怕什么呀？啊！是是，我这趟街最起码门口这趟街是我的。您要脸不要脸？我以后我不上你这来。谁让你来了？没羞没臊，我才不去呢。啊，请我也不去。没人请我上那边，那边挨边呢。什么呀？那叫什么？迪厅啊。啊，蹦迪的。蹦迪的地儿。啊。晚上开门，我去了。啊，到门口，哥，我收保护费的来了。上这儿来。哦，那边买票去，快买票。我是黑社会，买票去。哎呀，等着我。买完票回来，你敢不让我进？废话，你敢不让我进？有票谁拦？吓死你呀、啊！迈不进来，坐在这儿啊！音乐噔噔，我这个心呐噔噔，救命啊！太高的声，救命啊！保安过来，憋着鼻子撬开嘴给我倒速效啊！就你这个货还有脸出来啊？给我送家去了。我一想，我没有人就活不了。是啊，我给他们做了个锦旗，嗯、啊，写着“人民卫士”，都给送上。哎呀！太给黑社会丢脸了！以后你们这儿提我有事提我啊，还提你干嘛呀？你看来这不是酒吧，上酒吧，我到酒吧我去，我去收保护费啊，往这一坐，来杯酒，咚咚咚咚咚，倒杯酒，坐着喝，
哎呀，不错呀啊！你看今天我来的啤酒打折啊，天天打折。谁告诉你的啊？谁告诉你欺负人？我是黑社会的我。哎呀，还喝，喝太多了，我得上厕所。我掏出一张条来写上，干嘛？我是黑社会的。我往里边吐了口痰，压在我这杯上，怕人偷酒，我上厕所去了。我一看，没人敢动。那是，没孩子那儿。我不是黑社会的，我也吐了口痰。我想了又想啊，还有脸洗？太恶心，是恶心啊！啊，我都替你恶心。你也喝了？没有。我先看条就晕，撞着条先喝的，太自信了。回来我想了又想，为什么他不怕我？是没纹身呢、啊，就靠这。看人家那身上那个龙珠满了，主要是你扎你疼不疼？当然疼了。我才不犯那傻呢。您买小孩贴的那个贴画，我来大个儿，贴满全身，不要你蓝的，都贴蓝的没意思，我来个红的。贴红龙后背，我站满了，我站满了，我也都站满了，站好了，穿个小褂、啊、哎呀，北京人不好骗，我上车站吧，火车站，火车站外地人多，我吓唬外地人，往这一站一解开，等火车的老乡们都吓坏了，不知道，黑社会的，刚说完下雨了。这帮人都往后退，退到房间里躲雨、啊、我要过去老家借光、啊、我背雨没身子了，怎么雨里边也站着，他看四十多分钟、哦、雨停了，是我这都花了啊，他模糊了，把钱都拿出来了，我是收保护费的，还要钱呢，老乡们看看我、啊、你这都流血了。走吧，我就是黑社会，我后背还有呢，解开衣裳，看后边，看后边，我是黑社会的。是，老乡们乐呀，你见过哪个黑社会的还闻着蜡笔小新呢？这贴错了，这怎么的？我很尴尬。那是，但是我不怕。怎么？我自己可以唱歌。唱什么？大象大。别唱了，你别唱，真成蜡笔小新了。我这黑社会的，你们。可怜可怜我吧，真的真管用啊，真是啊，纹身太管用了、啊、怎么给五毛的，给一块的啊，给苹果的，还有小孩给我半块饼，哎呀，拿您当要饭，知道吗？怎么我收保护费的，怎么样，他一挥手来四十多个都口白手的，嚯、哦、这顿打我呀、哎、一边打一边说了，我们原来也是收保护费的，是吧，咱都卖了白薯了，那咱好干，谁干这个呀， 啊不起来，前辈，别，弄你一头甩着呢。前辈们，你说我刚进这行，我怎么能挣钱？怎么不能挣钱啊？我们这都小好了，还有你这没羞没臊的啊？找夜总会干嘛？哪怕给那小姐们拔创啊，哦，你也能挣钱。对呀，您这出主意，我很喜欢上那个地方去。是啊，风化场所。啊，我虽说没消费过，但我一直渴望上那个地方工作。对，你也没钱消费去。谁说的？我这不正收着保护费呢吗？收上来了吗？门口不来有一家啊，晚上我去了，一进门有一个小姐跟人正哭呢。哦，哎呀，没事，有事出口说，别哭了啊。您高寿了？嗯啊，老太太呀，看岁数不小了，三十怎么了、啊？哭成这样，我说今儿上这来玩来的客人，还是不给钱啊、嗯？说好了给钱不给钱，还欺负人啊，还骂人还打人，哎呦，太不像话了。是，一天给你多少钱？100，我先给。哎，你给，先拿着，先拿着，在哪屋呢？啊、我给你拔窗户去。噔噔噔，往楼上走。我说就是你啊，啊，出了消费来不懂吗？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不对呀、啊。是啊，道上没有这样的。是、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，啊我挺恨得慌的我 啊，拐弯往家走，那有一烤白薯的，我当一脚我踢了楼梯房。嗯、啊，这是玩笑的场所，花钱的所在。啊你不带钱能出来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的性质很严重。哦啊！把钱给了，不给。哇！怎么着？真好。有时候你想想，我告诉你，我这是擦了，知道吗？嗨、哎，别提这个。我不擦，我都吓一跳。啊！你真不给吗？
真不给，他不给就不给，咱们交朋友也好是吧？交朋友，以后到那儿有事你就提我啊。哎，这还像句人话啊？大哥怎么称呼？我叫于谦。不是。